你话完全封关嚟讲咧，我哋食都冇得食噶啦，你可能都冇去超市，乜嘢都冇得买，鸡蛋啦、米啊、猛咁抢啦，即系我好尊重啲医护啊，因为佢做一个医护并唔简单，佢哋好辛苦要读书，要读翻嚟，面对啲好邋遢啊、污糟嘅嘢，佢哋都咁去做，我好尊重佢哋。但系我今次咧咁样罢工法咧，我觉得系即系有啲过分咗少少，因为点解咧？你攞嚟同政府做一个对等咁吉，我觉得唔系咁好咯。你将自己嘅工作将佢摆在喺其他同事身上，咁人哋咪更加辛苦咯？我觉得佢哋咁样就好自私同埋好无良咯。我唔系唔支持医护，我好尊重佢哋，但希望佢哋尊重翻自己咯。香港嘅医疗已经系好差噶啦，我觉得我排出物理治疗，净系得啲治疗啫，已经排8个月。我去到嗰啲物理治疗室咧，即系我觉得佢其实里边啲人嘅心态已经有啲问题，咁全部俾晒嘢我哋自己做噶，自己消毒，自己开机，自己收档，即系自己做完之后抹翻干净佢。啲姑娘第一句就讲：大陆咁多人嚟，我点做啊？咁即系我唔系大陆人嚟噶嘛，我系香港噶嘛，我系香港土生土长。但一句嘅说话已经令到你好唔开心，好唔舒服。即系其实医护个心态咧，本身已经令到我哋觉得佢哋系好歧视国内人咯。